默默大魔王来啦！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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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记住，我是亚吉派来的，有仇的报仇，有缘的伸冤。啊呜！哎，出来帮业绩打明星还真累呀。十里桃花百度宴，墨渊带你看世界。嗨，宝贝们，欢迎收看《墨渊荒岛求生》第二季第四期。何处是故乡？好望脚上望，唯见一片水茫茫，如此风光与谁分享。跑了数日还是没有找到那一抹猛男社，不行，我不能再这么志甘堕落下去了，我要召集大家重回默默谷。默默召唤术，马卡巴卡麦比巴波无极哈了说。这图画的毫无违和感，粉粉没电看不出来。哇，太阳当口罩，花儿它也笑，小鸟说，这么说你给我的吊吊下午吊尿桑，故乡的樱花又开了。啥叫这辈子被桃花纠扯不清的男人，说的就是我默默人。实不相瞒，这个地图百分百采用默默迷你号作为地形码，一出生即复活在覆盖率高达70%的巨型头领之中，是时候召唤大家了。Later， 哇哦！欢迎大家来到你们的新世界。这次生存，一切尽在默默的掌控之中。嘿嘿嘿嘿嘿。这个地方还是很漂亮的哟。小雨姐姐，哇啊啊啊！飞小梦，你把我们召唤过来干什么？哎呀，这不是给大家，不是，你们听我解释呀。别打了，别打了！我们正忙着呢，你乱拉乱拉。我还在修房子，你干嘛呢？你们这欺负我，我就不行，不能说狠话。这个计谋我可谓是密谋了半个月，必须让他们留在这个地图里。大家且慢，听我解释呀。溜进去！大家且慢，听我说，静一静。大家静一静。大家扪心质问，你们之前的那种破地图真的是你们想要的吗？我们不，你们不想要。小雨姐，咱们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啊。这个地图也是为了正式欢迎小鸭子同学还有黄瓜妹妹正式加入咱们这个快乐大家庭中。对，地瓜妹妹。默默哭的都已经泪流成河了，你们再打我，我黑化呀，把你们全欺喽。八个地瓜，你来给我下一边去。哎，秀吉屈辱可算把大家稳住了，后面的日子就让默默好好来招待招待你们吧。掌握了地图制作的大权，那不就相当于上帝一般的存在？然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那么关于叶子去哪儿的问题，我想你们可以在厕所找到答案。哎，有铁，外面全是野怪，兔八哥给我抢铁。大晚上的这群人唧唧歪歪的到底在干什么啊？不用睡觉的吗？周边的人都已经开始挖树了，特别是像我这种看似在挖木头，其实是在做树屋。聪明可爱心心的你们一定发现了，我挖的可是红杉木，随着高度的不断攀升，可以完全避免野怪对我的骚扰，除非他能上天。除非他能上天。十里桃花百度宴，墨渊带你看世界。嗨，宝贝们，欢迎收看墨渊荒岛求生第二季第五期。小莫凉了。凉了吗？好呀，小莫凉了就好呀。你俩还有没有点良心呀？心酸了，没信心了，像是一块木头兽人了呀。八哥，你要干啥？你要趁人之危？你要冲呀。哇，地心人，地心人，弄死他，弄死他。地心人，地心人，地心人。地心人。完了，没了。八哥救我，八哥救我，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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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阵，二阵，二阵，
我去，对对对，啊！啊，啥都没有了。八哥，你为啥不管我？啊！第一人，第一人，第一人！啊！我的妈呀！飞行人！啊！要你们不救我？不戏不报，西猴未到。哼！啊！我的东西。没事儿，地瓜妹妹，快复活，默默帮你看着。啊！我堂堂默默人何时受过吃的屈辱？今天我就算是搭上古来香的性命，也要拿到一流的保障。啊！我去，抓不着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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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不着啊！我们兄弟姐妹既人家外面受苦，你倒是睡得安稳。你俩鞋不会痛吗？让你给我睡，睡地下吧你！啊！快走，快走，快走！要是脚把床拿出来，我们至于受这么多苦吗？啊！想当年我叱咤风云，如今被一个电线人给安排了，耻辱啊！大家快睡觉呀，快来睡！哎呀，天亮了。短短一晚上的时间，看尽人间冷暖，洗的洗钱的钱，银行新旧了两个，获得的东西全部清零。现在我得一个人保护三个妹子，我压力好大呀。小呀么小默默呀，背着那大家发大财，不怕那风雨吹，不怕那太阳晒。哟，面前有一户人家，我们快进去看看。喂，请问有人在家吗？我是东土大唐打算去西天取经的默默。老爷爷，我好口渴，给碗水喝吧。我也渴。那给点什么宝贝也行。门口的井里有啊。哦，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老头儿，你敢耍我？我要黑化！十里桃花百度宴，墨渊带你看世界。嗨，宝贝们，欢迎收看《墨渊荒岛求真》第二季第六期。老头儿，你知道耍我的下场是什么吗？哎呦喂，你难道还想打我个老人家不成啊？信不信我讹你个倾家荡产？敢和我莫小楼这样说话的，你可是第一个。请叩问大奴一。小伙子，你是不是太过分了？是五六，你给我闭嘴，我可没碰你啊。这么多砖头够我回家盖个大房子了。再见爷爷，有机会我还来看你。妙啊。Tomorrow。 呀，子小莫又在这儿挂机。啊，八哥，你怎么趁人家睡觉的时候把人家给砍死了？我没有，我就咆哮了一声你就倒了。啊，是让你咆哮了。哇，大铁龙帅不帅？哇，八哥你真有钱。比起你那个富贵轿子，这个便宜多了。哦，八哥，八哥，你这个有什么技能吗？暴龙咆哮，我不知道怎么用的。你刚才不是对我咆哮来着？啊！你怎么满嘴谎话了？你个渣男！我话说回了，大哥，这家看起跟个坐地下的呀。那个大哥，我可以骑你吗？哦，来一个星星礼盒骑一次。啊，这么便宜，哇哦，好舒服的说呢。小莫，看到没有？哎，咋回事？这怎么弄的？我的天哪，你能把它召唤出来？才知道吗？这就是我。哇，八哥怎么弄的？教教我。教教你，氪金688，只要688。告辞，既然不是白嫖，关我毛事。